到三亚摊店家无注意，就厝顶爬落，甲店门口咧卖扒拉逃走，都随老跑。现行犯，你偷拿东西。这只搁较大胆，直接冲入去民家厝，搁抢性命都会碰过。来到店外，看到柜台白米和高山的夹破，柜头卡拢是搁是高山的做的。拜神明的法过，和高抢到树啊顶只，因搁开水道头淋水，店家到过工才发现水道头的水已经漏水漏规暝，损失真惨。大家嘛咧摸。不要太菜了，不要太省了。南投清北坑寿天宫附近进前民众去饲猴山仔，造成猴山仔数量增加。当天的食物减少，猴山仔无物件食，直接去民家厝或者是店家抢物件食。连往来产400多粒往来，嘛，互猴山仔慢了了。100多只装过哦，一挂人客直接当作地摊冰冷冰冰拢寄掉啊。真快嘞！高山仔甚至唔惊人甲赶，因为政府规定袂使伤害山狗。山狗总是去民家厝抢物件，相关单位嘛无办法。店家除了甲家己的物件顾好，嘛敢那会使伫暗时甲水道头关好，避免狗过来破坏。你的农作物如果说有受损的话，也可以来申请那个电围网的补助。官府表示，清北坑是观光区，为了避免去伤到游客，敢若会使借笼仔来掠狗，嘛好有民众注意窗门，莫甲狗饲，嘛莫和因起冲突，避免发生危险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